the best album producer， 柯智豪，边缘转身术。欢迎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得主柯智豪。老师你好。老师本人好讨喜哦。对啊，很喜感哎，很可爱，怎么会蹦蹦跳跳的进来那种感觉？对，来，饿吗？渴吗？有。我们先来，我们先来为你喝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是水，可以放心。辛苦大家，不会，这是以这个真的 Holy God 仔，对 Holy God 仔，边缘转身术 Holy God 仔 ，Holy God 仔拿奖了，要不要讲一下？哎呀，讲一下现在的心情好了。没有，就很感激啦，很感谢大家，这个就还有注意到我们这样子。是，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就是在它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跟民间故事的一些，你知道妖魔鬼怪，对，然后做结合，帮他们写主题曲。对，在做的当下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好玩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好了，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跟团员们工作啦，因为他们本身每个都很可爱，对，他们很活泼，对，就是很愿意接我乱丢的球，就很像在玩宠物狗猫一样，很像在玩宠物跟猫一样，他把同根生丢当做猫狗，对，对。那有没有想过要怎么一起庆功呢？对啊，他们呢？对啊，他们已经开始在吃了，所以等下就是要去加入他们，是不是？对，相信一定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。对，因为今天晚上也很多朋友在嘛，真的很像一个。你现在选择障碍吗？有没有就都要跑道的话，很多团要去，对啊，嘎一下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很像同学会，就是因为是去年其实制作也都有一些伙伴们，有如果像台语的有几个都一起合作那样子。是的，好了，那你就赶快去跑团了，真的要去跑团。好的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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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